假期出游怎么拍？一台手机，一个手机云台就能够轻松搞定。Hello， 大家好，我是风光。Hello， 大家好，我是风光喵。我们的手机分镜教程终于可以赶在五一假期之前分享给大家了。之前有收到朋友的留言啊，就问到旅行出游如何兼顾游玩和拍摄，如何在吃好玩好同时又可以顺手拍摄出一支具有纪念意义的旅行短片。其实这个任务一点都不难。今天我们就会用十个分镜和幕后拆解的方式，手把手教大家假期出行的拍摄技巧，包含了风光、人像、美食和游玩，非常简单，就算你不会拍摄也能够轻松上手。为了轻装上阵呢，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拍摄工具就是 iPhone 14加 DJI Osmo Mobile 6。那现在跟着我们出发吧。低机位角度开场，利用公园草坪作为前景，随着人物进入镜头往前推进镜头。低机位广角构图可以让目的地场景表达更全面，相比平行机位，低机位运镜呢也能完美利用草坪作为前景，增加画面的运动轨迹。拍摄骑车的时候的手部特写或者脚部特写，机位对准手部慢慢后退小跑的形式拍摄特写画面，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在旅行拍摄这一类跟随画面的时候尽量去使用稳定器的原因。优秀的手机云台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在大范围运动或者剧烈奔跑的时候拍摄的画面依然稳定，而稳定的画面是电影感旅行视频的关键所在。适时的在度假的时候拍摄一些空景画面和人文画面，来增加整支视频的内容丰富性。因为我们之前的画面里是在骑车，在空景拍摄中我们也可以尽量让画面运动起来，比如说拍棕榈树叶的时候可以横向移动云台，拍摄花园场景的时候采用侧面小碎步平行横移的方式拍摄，或者是拍乐队表演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大范围的横向移动，这样就能制造出一种仿佛这些镜头就是在你骑车的时候看到的风景，也可以让画面内容不僵硬，动感更强。注意一下，这个棕榈树比较高，拍摄的时候需要上台拍摄，所以我们可以切换模式从俯仰锁定到云台跟随，这样就可以在平移的同时镜头自动向上台。后面这个灯塔也是一个模式哦，也可以拍一些路边的小动物，追个海鸟什么的，但是注意人身安全，也不要像阿超一样被他们同化了。从人文和空景中接回来，侧面跟随人物往前骑车，利用街道上的棕榈树做一个无缝转场。在旅行中我们不会只在一个目的地玩，如果你想要让视频稍微增加一些亮眼点而不全是影切，可以适当拍摄的时候利用场地去做一些遮盖遮罩，就可以顺利的切换到下一个目的地场景里去了。那这个机位呢，就会需要拍摄者和模特本人做一些配合。我们在灯塔下方看到树干，于是就可以利用前面骑车场景的树干和这个树干做个衔接，镜头机位向右边平行移出，人物向着灯塔方向跑，这个转场不需要任何后期剪辑就可以直接衔接起来哦。也许大家刚才已经注意到我手上的无人机了，现在很多朋友出门都会带无人机，无人机画面和地面拍摄的画面呢，也可以做一个有创意的衔接。随着无人机飞起，镜头向前推进，之后就可以顺利接住后面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在旅行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碎片画面、自拍画面可以拍摄，不必过于拘泥于拍摄的形式。自拍的时候如果不想离自己太近，拍半身画面呢，可以把云台架在地上，打开延长杆拍摄哦。通过上面游玩随拍的一些近景画面和自拍画面呢，我们顺利切换到了吃饭的场景，也就是这个举起来的饮料杯特写。另外我们还可以俯拍食物慢慢向下推进，与此同时把饮料杯放在桌上。餐厅中还可以拍摄的，比如像餐厅外观的场景，人坐在餐厅吃东西的背影之类的，有条件有空间的尽量让画面运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画面的运动方向最好是保持一致，这样衔接起来才会比较顺畅。最后一个场景，海边。海边拍摄的内容其实我们分享过很多了，可以套用的比如说向前推进拍摄灯塔，利用场景侧面仰拍人物跟随，拍摄天空中飞过的鸟等等。不管你的目的地在哪里，最后的场景里有日落的话，就可以多多利用逆光加人物跟随的形式去拍摄日落收尾，是快剪 vlog 里比较讨巧的收尾方式。如果大家恰巧也有用到 DJI Mimo 的拍摄模板，海边场景里这个夏日海滩正是在下，给自己打个广告，里面有喵喵为大家倾情奉献的一个人海边怎么拍的教学模板可以套用哦。
另外呢 ，MIMO 也有 AI 智能识别场景，对应你所在的场景，教你拍，帮你剪，非常适合新手小白哦。好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成片吧。